是这里吗？啊，对，不是，我带你们去找会长。啊，这是现任的。哦，好厉害，先猜出来了。会长，我们还要找一个牌子卡。对，他会，任务卡，这信用卡没有其他。我们应该可以给我吧？先把信用卡给我们。不是，我要信用卡。这个不要。开玩笑的，是这个卡不应该是。是的。所以我们要挑战什么？ 挑战我装虎。等一下，我给你们教一些简单动作，动作。怎么动啊？可以教我们吗？右脚两三，一二三，哪只脚啊？哪只脚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 现在大家练的可以了吧？我们就两个队就互相 PK 吧，现在。剪刀石头布。我们先来，量一下距离啊。不想说看女生的。不能同学，不能同学。 两个队都挑的不错，真的。刚才你明明说我们队整体性非常好。我没有听到，我没有听到。好，我这 A 队来说的话，就整体性比我们这边 B 好，是吧？好，挑这种舞的话，就每个地方都他们节气不一样嘛，同一个都是新年，就是我们当地新年不是那个新年。他们不一样，跟我们齐根宁不一样。手表跟我们不一样吗？手一样。我身上写刘的血是中国血。所以我是。很棒，很棒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投票了吗？我很紧张。现在的。要不要说一个什么东西来？口号，口号，口号。一二三，手杖，手杖，那只套着嘞。来。 恭喜A队获胜，我们要封度。恭喜，奖品来了。奖品，奖品，现在我们就去闯关卡了。奖品，然后上你上一关。奖品，奖品，奖品，奖品。谢谢。这是撞上，撞上。哦，好羡慕。哦，可以救人，对。哦，是他是点的。哎，神养心可以驱魔。好好哦。谢谢，恭喜A队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要帮你们一起。 谢谢你，不用谢。再见了，相识我。各位同学，这不就在 KTV 才会发生吗？